对，懂得家人们都说驼奶营养价值高，懂得家人们都知道驼奶的营养价值高。我希望家人们养成一个习惯，尝一尝，尝一尝，家人们尝一尝。感谢观澜花开，咱们尝一尝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两罐基本上能喝两到三个月，你花298拍回家，拍回家以后你先尝一尝，如果觉得好，下一次你就说小易再给我上一点，如果是觉得不好，你也可以退回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因为我不想跟他两个玩什么了。对，三岁以上都可以喝，家人们，三岁以上都可以喝。来，叔叔阿姨们，咱可以去拍了啊，叔叔。来，右下角小黄车。我们只差15单了啊！啊？我们只差15单了，你们今天晚上必输，我们第一把就直接给你们拿下。我们只差10单了，这算什么？来，家人们。来，叔叔阿姨们，咱支持一单的，能支持的叔叔阿姨们，咱都去支持一单。这个是。这里啊，叔叔阿姨们。对。上方小黄车里面要粘吗？对，咱们用户311说了，咱是黑标旗舰店，自旗舰店给家人们发货。值不值得信任？来，值得的家人们打个值得，黑标旗舰店给家人们发货，他不是说什么这个店铺那个店铺，怕你们怕花这么多的米拍到假的。这个饼干也是这样吧，就好吃。黑标旗舰店给家人们发货。黑标叔叔们看到了吗？只要你们点开这个黑色的标，黑标旗舰店啊，就是最安全、最放心、正品的旗舰店啊，叔叔阿姨们。老人小孩都喜欢吃，爱吃这个饼干。虽然说对面派了一些粉丝过来捣乱。但是咱们不要怕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他去帮对面下单了，没关系，家人们，咱们一起再努努力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一起加油！叔叔阿姨们，咱一起加油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？没关系，叔叔阿姨们，这些帮不帮？就一人加油，其实咱们我需要，对，华夏丝路大品牌。对的。如果有一天我想，如果说我想骗你们，那我可以直接让你们给我刷跑车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我想骗你们，我可以跟他两个打 PK， 打到天亮，对不对？但是咱们没有，咱们就干有意义的事情。对，这个咱们很多人懂，他是能够，他是黑标旗舰店，他们还差12单，来，家人们，咱们一起众筹，咱们第一轮先把它拿下，感谢穿越。咱们第一轮先把它拿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现在多少单呢？咱们现在134单。差远了，叔叔阿姨姐们，还差70单。来，家人们，愿意跟小易交朋友的家人们，愿意跟小易交朋友的家人们，我希望你们今天在我需要的时候这么大动静，我得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那么大的动静。今天在小易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们能够出个手。现在130单了，家人们，还差70单，还差70单。他这么大动静的干啥呀？激动啥呀？他快完成了，来，家人们，咱们现在128单。我们还没下单的叔叔阿姨们，咱们再支持一单，叔叔阿姨们。咱们这个驼奶，很多阿姨们不喜欢吃牛奶的人都不会不喜欢吃这个驼奶的啊，放心去拍。我们就差2单了，你们必输。你们还差2单，我们现在还差2单了，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现在已经。他们在吹牛，家人们，他们在吹牛。对，咱们老老实实的，差不多，家人们，咱们老老实实的冲一冲，拼一拼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老老实实的冲一冲，拼一拼。他吹牛的。咱们老老实实冲一冲，好不好？200单，家人们，咱们压力不大。咱们老老实实的冲一冲，咱们不去吹牛，咱们差的不多，咱们一人能拍两单，拍两单，家人们，这个是正儿八经的，能够给家人们用得着的东西。咱保质期是2年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保质期2年。家里有老人小孩的。叔叔阿姨们，中秋节到了，对不对？咱们整街串巷的，肯定要不好意思弄个手续。那你过来，我说我们也已经完成了。我先过去看看，来，你来讲讲。来，请。来，叶老板，我陪你去看，我怕他们欺负你。对，你陪他去。咱们没有拍驼奶的叔叔阿姨们，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啊，这个驼驼奶是咱们抖音销量。递这么多，看到了吗？递这么多，我刚刚都拍了10单，真的，叔叔阿姨们，我给你们看，
我拍了十单，完全就是为了信任，知道吗？看到了吗？我拍了十单，2980，看到了吗？叔叔们，我自己拍的，因为中秋节到了，咱们这是第一次跟小东咱们正面 PK 啊，咱们正面 PK， 叔叔们，咱们能支持的还没有拍的，咱们再去拍一单，拍两单，因为中秋节来了，咱们可以拿去送人嘛。这个好不好？你们喝到嘴里面，你们就知道了啊，叔叔们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的价格就是298。拍一发二，知道吗？到手两罐，然后咱们有一个这个，咱们送一个饼干，看到了吗？叔叔们，咱们送一个饼干。我为什么要去拍？因为它真的就是好，这个驼奶真的就是好喝，我也爱喝，知道吗？我也爱喝。咱们直播间，我们再能拍，我们再众筹十单，叔叔阿姨们，我们再众筹十单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拿到货，你们收到货，你们喝了之后，你们就知道了啊，叔叔阿姨们。明星代言胡军，你们都认识吧？胡军，叔叔阿姨们，咱们这个是抖音的黑标旗舰店发货。什么叫黑标旗舰店？就是他的店铺是绝对的，不能说这个字啊，是正品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们，是正品，所以说是黑标。很多店它都不是一个黑色的标志，你们点进去这个链接，它有一个黑色的框框，这个就称为黑标旗舰店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放心去拍啊，咱们再众筹十单，叔叔阿姨们。我们再众筹十单，叔叔们，我们直播间1500个阿姨，对吧？咱们没有拍过，没有喝过这个坨坨奶的，咱们去尝一尝，对吧？你家里面如果说有3岁以上的小孩，或者说是80岁、70、80、90岁的老人，咱们都可以去拍啊，叔叔们都可以去拍，因为这个的保质期是2年，2年的情况下，你放在家里面，你可以吃很久很久，对不对，叔叔们？还没有拍的，咱们再去支持一单，好不好？还没有拍的，咱们再去支持一单，咱们差的不多啊，咱们在网上追一追，好不好？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品，就是说，我们第一个品，我们还是努力往上面赢一下，往上面众筹一下啊，叔叔们，咱们现在是还差。咱们差的不多了，大家再众筹一下。别差了，已经拿下了。你干啥、啊？我看一下呢。你就200单了吗？哼，199单，198单，拿下了啊，易总，咱们就不要耍赖了，第一局我赢了。所以说，怎么说呢？别那嘚瑟。所以说，易总给你们送什么茶叶啊？给你们送什么那个腊肉香肠没有用，知道不？啊？你说话怎么这么屌丝就是屌丝，知道吧？你不要这样说话，你不要这样子说话，你再这样子说话你就滚出去，哎呀，烦死了！你直播间的人，真的是，你直播间的人不配跟我们东家人。不听他的啊！有啥了不起的？有啥了不起的 啊？你那边有啥了不起的？一天到晚的啊！你那边都是寡妇，不来我们家。嘘，知道吧？今天晚上你直播间的这些家人们，如果赢不了，知道吧？那小东给他们送一个东西好不好？还没到，想不想要？不要。今天晚上如果啊一总的这些粉丝赢不了，那没事，他们买了这么多东西是吧，总得给一点补偿给他们嘛，是吧？我一人给他们送一个骨灰盒给他们。滚出去，什么意思？免费给他们送啊。你留给你们家人用啊。天哪，这你留给你们家人用。放肆了家吗？没事啊，叔啊，你就当放了个屁啊。他怎么这样子说话呀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我真没想到他能说出。打一波正能量。我们，他们这样玩，他们要这样，他要这样说的话，我是不乐意。打一波正能量。来，左上角的家人们，挂个福袋吧。挂个老。没事，易老板，下一拿下，拿下啊、哦！没事，易老板，没关系，咱邻居。对，我们打波正能量，打一波正能量。来，左上角给家人们挂了一个1000的福袋。咱们没有参与。天哪，他能？他如果要这样玩的话，家人们，咱们忍得下这口气吗？家人们，咱们能不能忍下这口气？太过分了，他说话真难听。那我给他连过去。他说话真难听。说话真的难听。他这样讲的话，说实话，我必须把他，我必须让他在。叔叔阿哥姐们，咱不要生气啊！叔叔阿哥姐们，我得让他付出就当这个是放了一个屁啊，家人们，可以吗？你把这个拿去洗一下。输家没有来，输家没有话语权，输家没有话语权啊！第二把规矩我来定。迪士尼的面膜，这个厂家你也在合作，我也在合作，咱们就打这个啊，99元，
拍一发六，九十九元六盒黄金胶原蛋白面膜。多少单？这个两百单，那这个品，我们这订单两百单，谁先完成谁先赢。OK， 输家没有话语权。别忘了啊，我又给你直播间每个家人们送一个东西啊，记住了啊，输了我给你直播间每个家人发一个福利，给他们送一个东西。OK， 你确定要这样吗？直接关了，直接干，不废话。输家没有话语权啊！来准备好，什么时候关，什么时候上车，什么时候开始，来准备好，三二一，来。这款面膜，家人们，这款面膜是我，这款面膜是我在两年前，两年前对接的黄金胶原蛋白的面膜，这是两年前我对接给小东的，今天他拿着这个来羞辱咱们，说话太难听了，说实话。这个产品是没问题的，家人们。咱来两九十九块九两百单，咱们那家人们，所有我的粉丝们能咽不下这口气的，咱们能不能一分钟把它打满？是不是要热水？对，要80度90度的热水。这个这款面膜，家人们，它直接它是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家人们，它直接在水里面就能够溶解，家人们。我可以敷一张吗？咱们今天到手九十九，拍一发六。六盒，家人们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家人们，我受不了了。怎么这么气呀、啊？我的天哪，太气人了，这个人。今天咱们赢了，咱们送他，家人们。对。一盒是五张，家人们，一盒是五张，它是黄金胶原蛋白面膜。哇塞！迪士尼这个是，它是一个品牌，它是一个品牌，家人们，它。它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，然后它放进水里面，它能直接溶，直接能溶解，家人们。哎，这说明它的吸收好，它没有不好的物质啊，所以说它才能。来，用这个吧，用这一张吧。来，看到没有？给家人们做个试验，这一款产品它是两年前我对接的，家人们，今天让它拿来羞辱咱们家的粉丝们。来一下，家人们看到没有？神不神？给家人们见证一下神不神奇。满满的胶原蛋白。满满的胶原蛋白，直接放进去，直接放进去，直接放进去，它就直接溶解了。溶解了吗？家人们看到没有？直接溶解，这不需要搅拌，直接溶解。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，知道吗，叔叔？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对，这就说明它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全是胶原蛋白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咱们年龄大了过后，咱们脸上要不要补充胶原蛋白？要不要，家人们？因为咱们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脸上的胶原蛋白会随着年纪的增加而流失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为什么老了以后咱们的脸会松松垮垮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金粉，家人们，还有很多的金粉补充。这个是温水，家人们，这个是温水，咱们回家也可以做实验，对，直接可以溶解，家人们。你敷在脸上的东西，看到了吗？到时候直接敷成一滩水，看到了吗，叔叔阿姨们？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？胶原蛋白，说明它全是胶原蛋白，没有杂七杂八的那些东西。它叫迪士尼黄金胶原蛋白面膜，对，全是胶原蛋白，一张面膜里面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成分，全是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叔叔阿姨们。看到了吗？直接，你看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？看到没有？直接能够溶解，来。对，直接溶解。所以说，你看水，水里面有没有杂七杂八的东西？叔叔阿姨们，我给家人们承诺，咱们收到货以后，你们可以打开一盒体验，不好用退回来，来，直接去拍一百单，直接去拍一百单。我今天必须把它拿下。好。好不好？好，家人们需要的，家人们愿意搭把手的，家人们搭把手，好不好？我直接自己慢慢用。拍完过后，咱们公司的所有女同志女员工每个人送一单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你看到啊，直接放进去，直接溶解，神不神奇？家人们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看到没有？直接溶解了。直接就能够溶解，看到没有？没有了，直接就变成水了，家人们，看到没有？没有了，看到没有？我直接再拍十单。
我直接拍20单。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？直接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不允许他，我不允许他说侮辱我直播间叔叔阿姨们的话，我直接拍20单。有什么事情，咱们可以，对不对？没有必要这样去做。没有必要说这种恶心的、没有必要害人的话，知道吗？没有必要这样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没有给家人们分享过面膜，但是这款面膜，哎，上一次给家人们分享过一款啊，这样的面膜。20单。再拍20单。再拍20单。直接拍20单，叔叔阿姨们。拍拍，直接拍，咱们给公司的员工发福利。对。他自己拍，咱也自己拍。对不对？多少单了？你们现在？我们现在100单了。100单了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慢慢追吧。你慢慢追去吧。好的，有人干妈。咱们女人就是要多敷面膜啊！夏天来了，叔叔阿姨们。直接溶解。对，我拍了20单，叔叔阿姨们。刚驼奶我也拍了10单。哎、咱们今天就是什么不争馒头争口气，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，直接溶解，直接溶解，来，拍几发几面膜，拍一发六盒，家人们，六盒吗？到手6盒，到手6盒99，到手6盒，这是高档面膜，家人们，这是高档面膜。哎妈，也拍，感谢518拍了10单，这是高档面膜。咱家的家人们团结团结，来77单了，来再给我拍20单，今天我必须把它拿下。阿姨莫，我拍了，刚才我在那边拍了，拍20单给你妈寄回去，你妈妈不容易，拍20单给你妈寄回去，好，我买单，好不好？来啊，叔叔阿姨姐妹，既然我们直接一口气把它拿下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左上角给家人们发了1000的福袋。我报销，家人们，咱家的管理拍了拍了，有人干嘛拍了拍了，来直接把它拿下，想干啥呀，家人们？我妈的皮肤也不好，我也想干啥，家人们？咱们公司的所有女员工每个人送6盒，每人送1盒是吧？每人送6盒，每人送6盒，每人送6盒，我今天我买单，好不好？够不够？你的卡里钱够不够？我已经拍了40单了。来，继续拍，再给我拍20单。还要拍吗？再给我拍20单。拍来，我们公司每个人送6盒，应该不够，再拍20单，快，赶紧拍。咱们直接把它拿下，家人们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家人们，我也拍了20单，感谢真实，来，直接拍20单。好。我们拿来送人，咱家就豪横，咱家就是有钱，对不对？我受不了他说这样的话。咱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咱们也拍一下啊！不，我因为我们自己也拍了很多了，叔叔阿姨们，咱们我们众筹，家人们理性消费。今天我也是为了这一口气，对，他们130单，咱们也是150，我们现在是108单，家人们，咱们现在108单，来，再给我拍20单，再拍20单，直接给他打满。来，家人们，咱家管理，咱家管理，一人3单5单，咱们直接把他打满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管理一人3单5单，直接把他打满，这一局先拿下。我下一局咱们拿捏。这一局拍多少单？再拍20单。拍20单。我已经拍了60单了。拍。我还要拍吗？拍。我。他一会儿会不会说自己？我报销，我不管，拍。但他这样子，等一下说我们不算了。你拍就行，悄悄的。多少单了？你们现在？我们140单了。我们已经反超你了，现在。我们140单了。对啊，我们反超你了呀，我们170。对面快结束了，家人们。好好的，干妈。我们再众筹一下，叔叔阿姨们，咱们直播间能支持的叔叔阿姨们，我们先一人支持2单。拍。好。感谢美美。今天就不争馒头争口气。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，家人们。你觉得是套路，你可以不用支持。多少单了？今天我为了。叶老板，多少单？对，钱我来，家人们，你们去拍，好不好？钱我来。我看一下现在多少。感谢518。113单。啊，今天我都要气死了，来把福袋给家人们继续挂上来。今天我手都在颤抖了，家人们。
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这一把咱们必须要打赢。来，我直接拍30单。对，直接拍。来，蒲公英拍了一单，感谢蒲公英。需要的家人们自己去拍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需要的家人们自己去拍，需要的家人们去拍。黄金胶原蛋白面膜，家人们，黄金胶原，你看直接溶解了，就是它，我放了两张面膜，直接就溶解了。为什么会溶解？因为胶原蛋白全是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对。明天给家人们发货，明天给家人们发货，今天拍，明天发。哇塞，真的溶解了耶！直接全部，好神奇呀、啊！快拍，对家人们，快拍！99拍1发6，6盒，家人们，6盒，到手6盒，咱们每一盒是5片，家人们，每一盒是5片，咱们99六盒啊！来，166单了，还差多少？还差34单，来，家人们，加把油！众筹一下，还差34单了，叔叔阿姨们。给我们家人们1分钟的时间，咱们把它打满。来，176单了。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直接去拍，家人们，多的不说，少的不闹，直接猛猛干。179单了，你过去通知他们，你过去通知他们，我们完成了。来，家人们，还差20单，来，家人们，打死对面。来，你现在去通知他们，我们已经完成了，好不好？你去通知他们，我们已经完成了。来，咱们还差21单。还差20单，叔叔阿姨们再阿英回来，阿英回来之前，咱们直接把它完成。对，咱们还没有这个面膜，对，这个面膜确实不错，家人们，今天为了这口气，对，咱们今天把它拿下，还差21单，谁帮哪个家人们帮忙补补单？对，咱们还差十八单，还差十八单，我们能，咱们还差18单，家人们，咱们还差18单，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，没有任何作弊，你干啥？没有多少单了？完成了，我看一下呢，我们已经完成了，你自己看，来，我看一下，你自己看是不是完成了？这个还没显示，已经完成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已经完成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完成了？是。认输吧你们啊，别挣扎了。快，家人们。还差12单，叔叔阿姨。快，家人们。人之十一，够了，239单。哎，够了。拍个照，过去来给他看。我拍个照。我看一下多少单了，249单，我超了。哇塞！家人们，今天咱们不蒸馒头争口气，我拍了善良美好，我给你挂个管理。善良美好，我给你挂个管理。直接去给他看呀，他刚那么嚣张。对，我现在滚了，该我去了。对，现在该你去了。你给我，我们三个都去。你给我充点币，我的福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看。给我看了。243，257了。要不打个300单吧，打个300单你行吗？让你我身边很多家人们都是小龙女在拍，如果等一下被我查出来小龙女在拍，那你所有的订单不做数，知道不？哎呀，你搞这个不是，你搞这个干啥呀？啊，你搞这个有啥意思？那我直播间家人们都说小龙女在拍，我们拍了吗？你有证据吗？你有证据吗？把手机拿给我，你看我拍没拍？你看看拍了吗？把手机拿给我。把手机拿给我，我现在是250，把手机拿出来放着。我现在是257单，有什么不敢放的？来，让你看吧。他在看我的手机啊，他在看我的手机。我现在是257单。我一单都没拍。咱们这样，咱们你说我作弊，来，家人们再拍2单给他看看，来拍1发6，家人们再拍2单。没拍。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拍2单。没有。没拍，我跟你说了，你的手机拿过来。我们两个都没拍，都说了没拍。我没有作弊。手机拿过来。我没有作弊，给我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现在你看你自己过来看，现在258单了。我确实没。这样，咱们要不咱们拍，再拍2单给他看看，咱们再拍2单给你看。我查出来有异常的订单。我现在，我听你讲，我现在是我们约定200单，我现在是258单，什么意思？258单，听懂吗？要不要抽到300单你才买？260单了，自己看看，还在我家里面还在下单，260单了。所以说你直播间都是250啊，哼，来下一个品，接着干，啊，下一个品直接接着干。OK， 现在是平手了啊，嗯，咱们是打平了，对不对？你把手机放着，你来我这边。他又使什么坏？我让他去陪你吧，我怕他欺负你。不要过来，我只让他过来。咱们直播间很多黑粉，不要乱带节奏啊！说什么小龙女在那拍，小龙女在那拍。刚刚他自己拿了我的手机啊！你们家的主播刚刚自己拿了我的手机在那看的啊！我们直播间这个面膜现在拍了200。